上来的声音，楼下来的声音，谁共谁现在做什么？不要紧，喧哗作浪，为何如此吸引？宁静时的声音，仿佛飞不走的云，混杂着内心的噪音。今天假日，为何毫不吸引？静处在家中竟有压力，就似担心失去价值，宁愿日日夜夜大声播情歌。真不真实也好过，如何能执工作当恋爱进了又退，从早到晚都难却那有乐趣，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流、哦、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，而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，何不有假像清水一般好去。静处在家中竟有压力，就似担心失去价值，宁愿日日夜夜大声播情歌。真不真实也好过，如何能将工作当恋爱进了肉体，从早到晚都难却那样落睡，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、哦、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，而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，何不有假像清水一般空虚，如何能将工作当恋爱进了右腿，从早到晚都难却那有乐趣，何不躲进浴缸里痛快地流泪、哦、如何能将恋爱当工作奋斗下去，而早午晚找不到半个伴侣，何不有假像清水一般空虚。人为何不开心，想一天到晚兴奋，但愿做什么都满分，讨好众人换来自己斗争。最后一首歌。